姑娘，你特别希望你的男朋友真的要去为你攻击前。他跟前女友分手多久？跟你确立关系？不到半年。有半年吗？不到。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也看过他的其他的社交软件上，他还时不时跟他前女友联系着，出去约会了什么的。是吧？嗯。就是普通朋友。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。在一开始如果就存在症结，这个症结就会幻化为所有的一切，无论是偶夹里的肉，还是司法考试引发的争吵，又或者是网盘里的照片。因为你始终感觉我没有彻头彻尾的拥有他。前任之所以敢在你这儿放肆，一定是因为他的忽视。这种忽视有普通朋友的暧昧，也有自己认为这不是一回事，甚至还更有他内心有一种惬意。他把他骂成那样，你不心疼吗？心疼啊。但是你不愤怒吗？后来才知道的。后来知道了，你不找他好好谈一谈，让他不要再骚扰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前女友分手之后还以普通朋友交往了多久？就是偶尔的微信上。你有没有跟前女友谈到过她？谈到过。有没有诉过苦？没有。说这个女生哪儿好或哪儿不好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那你觉得她为什么敢那么放肆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因为跟她在一起之后，我就给前任。所以其实你承不承认，你跟前女友和她之间的时间太紧了？这所有这过程当中的无缝连接，都让她感觉到惶恐。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迅速的结束又迅速的开始呢？你甚至没有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，适应的时间，你没有。这个问题会一直伴随你下去。做企业的人有一句话叫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如果放到爱情里面，那就叫爱人不疑，疑人不爱。但你做不到啊。这会成为你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一个永远跨越不过去的一个阴影，甚至于现在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也一定老是在想，我跟他在这个餐厅吃过饭，他跟他有没有在吃过饭，他
他为我做过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为前任也做过，你肯定在想这些事情，所以你进入的也太快了，你没有了解的清楚。事实上当他的前任在微博上谩骂你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清醒的冷静一段时间，和他分开一段时间，看清楚了再继续，但是你没有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夜翻不过去。事实上我也看得出来，这个男生对你的确也没有多么在乎。我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去找前任算账，但是维护现任的名誉，这是他当仁不让的责任。就像一直以来六七年了，这网上老是说我离过婚，莫名其妙，但我觉得对于我妻子来说是一种不尊重，所以我才发了律师证明。这件事情或许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的害处，但问题是你受到了伤害，他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去做。管得住管不住前任是一回事，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维护你的伤痛，维护你的权益，只要跟他有关的他应该去做，但他没有做，所以你们的恋情没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就不会有完满的结局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